求你大鱼整天事件反转，经官方核实，成都井立 KTV 事件是一起由娱乐圈选秀节目引发的娱乐炒作，很多当时的传言都被证实是假的。现在很多粉丝在清你官博下维权，要求节目组给鱼整天道歉。如果不是这个事，鱼整天妥妥的出道位吧。